无线台庆剧《跨世代》下个礼拜一首播，昨晚在尖东举行宣传活动，欧阳震华、田雨莉、陈豪和张继聪等一众演员盛装出席。 Bobby 不敢对收视有任何期待，阿田也希望大家抱着轻松的心态去看。都不要说那些啦，小气的有时啲嘢系啦，系仔系女，迟啲咪知咯。你咧，你有冇啊？我觉得其实即系我哋套剧即系台，即系话台庆剧啦，即系台庆演出啦。咁其实我觉得真系唔好点讲啊，即系轻轻松松咁样去睇呢四套戏。即系其实就唔好将啊。台慶劇就一定要有翻啲係啦，係啊，喂啊，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咁咯，年年都係咁啊。即係台慶劇反而咧，因為佢掛咗台慶劇嗰三個字上去咧，變咗咧好多時候咁觀眾就喺另外一個層次去睇嘅。咁、其實我哋呢套跨世代咧係根本係乜嘢元素都有嘅，即係你觀眾噏得出嘅元素裏邊都有。戏中张继聪唔使 show 机，佢表示自己已经成为过气脱星。即系通常系监制嘅诚意打动啲演员嘛，我系打动翻个监制，咁就打动咗佢哋咧，个位就去咗阿毛同埋阿森美嗰度啦，咁样，所以即系都好戥阿毛开心咯。即系佢拍完呢套戏之后，可以话系新一代嘅脱星啦。即係成為咗即係好多女士們尖叫嘅對象啦，咁同阿森美都係啦，即係森美都係拍完之後可以話係，即係我最近睇咗報道，覺得即係原來肥過嘅人先至係寶啊嘛，咁樣，咁佢兩個都可以話係而家係即係新一代脫星咯，即係少咗有人揾我除衫啦，咁可以話係過氣啊，過氣啦，真係可以話係估唔到嗰個光輝係好似流星咁樣就。